看，我不是 MC， 我是戴勒斯。哦，今天有点没有声音啊，因为生病啊，有没有？天气太热了，又下雨又热，所以啊，听到我声音就是 sad sad， 不用紧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 StarHub 的 Night of Stars， 那也非常感谢 StarHub 的邀请呢。今天陪伴我有 Rio， 还有 Alicia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正在走着过去哦，那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呢，那边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呢就给大家看一下呢那边的情况是如何的哟。具体感受到它的这个盛况。哎，对，这个大家就是可以把它给分享出去、share 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来吧。哇，好热闹！你看周围很多人站在楼上了。那还有呢？现在哦，现在还有一位朋友。我晕了。OK， 走，我们现在要进去 Door 7。Let's go。Door 7 is actually straight in front, second on your left, but you cannot bring in the sticks inside. Oh, okay, then we'll just keep it. Yeah, I actually need you to deposit into the food room. Okay. 好，非常高兴呢，能够在这里呢受到StarHub的邀请呢，参与他们的星和璀璨星光夜。当然，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谢家燕，对，还有呢冯宝宝。我第一次看到 AB6iX， 他的粉丝们太强了，太强。我还看到 Glenn 还在那边呼喊的，非常兴奋哦。还有哪个帅哥？从韩国来的帅哥松混，还有另外一位是，我忘记还有什么名字都想看，我们太帅了 ，Kim J Up，Kim J Up， 对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谢佳怡，还有红包。不只是韩国人来的，男生还是女生是漂亮，台湾来的、香港来的，全都一样帅，一样美的。我很喜欢马国明大哥，对，帅，他人很高，还有郑伊健。哦耶！就我这年代的人会明白吧。好了，我们影片呢就到今天为止。对，记得要点赞、按赞还有分享 ，OK？ 点赞、按赞都一样的了 ，just subscribe，follow。观众朋友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？星和璀璨星光夜2019。对，是在12月8号晚上7点，我会在下面写出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他们哦。对 ，OK， 我们影片到此为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